现在吃完饭了，王姐要把这肉做一下。晚上。男人千万想男人，别事多了。行，一切听你的，好的。你让干什么去就干什么去。男人主外。对呀，男人主外，家里的事不用，不能说这个总插嘴。就这么炒一下就行。别的调料还搁吗？就是搁酱油。哦，我知道怎么弄了。搁酱油上色。小高压锅一炖，哎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再搁点水就行了吧？大料还搁吗？嗯，你那儿有吗？赶紧搁点水呀，一会儿糊了。开着火呢，先倒点水呗。我怕你搁这么点水，一会儿高压锅的白。这水都挺多挺多的了。不多，因为我用这个锅炖过肉，在西藏的时候炖那牦牛肉，它就糊了。那是你用的不对。不对吗？我跟着你学一学。你这大料都待着呢，啊，你制成的。我去，倒这里边行吗？它不是连那袋子一块倒的吗？搁的吗？多吃不了。哎，花椒，还有这个。这是大料啊，都那个都叫大料。啊，放进里边吧，到时候好找，要不然就忘了。有点发霉了吗？没有吧？嗯，这个。开锅了。这高压锅快啊。15分钟。盖盖吗？盖盖。这等15分钟。要上气了，它有响了。有响了。太香了！我那个去打水嘛，在卫生间出来，那儿有个亭子。我就闻见香味了，哎呀，你闻着不香？嗯、你闻不见味儿吗？我闻见了。就这么闻着它就行了吧？这就好了。哦，炖了一小锅肉，这是我和王杰的晚餐了，晚上就不用做了，直接热一热就可以了。他们又该说我懒了，信不信？哎呦，就是懒呗，就是懒。懒吗？多脏啊！来，给我倒点凉水喝。那有个结伴的是真好啊，不用管，我只干力气活儿。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么幸运。对。我是遇到你了，所以说幸运嘛。不是说有人找你来吗？谁说找我来呀？不是他们说的吗？直播的时候。拉倒吧。不来，你不是让他们来吗？来了。可别没事给我这儿带节奏啊！没有别的意思，知道不？别没事给我带节奏啊！我是良家妇女，我还想打算找一个好对象呢。
直播间万一遇到个好的呢？对呀。对呀，所以说不是说有人直播间这天天的，你说说这带节奏，你说遇不到好的了，天天带节奏。后半辈儿，我说我这后半辈儿，我这还想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呢。没准人家早都有看上你的呢，直播间。没有，全是男的，都是。不是，然后呢，那个看我这跟你在一起了，然后他们也都着急了，然后把你给抢回来了。你没见是男的吗？男的都是男的吗？哪有那么多男的？他也有女的。那天我看过那个就是后台的数据来着，50%是男的，50%是女的。我不知道，从来不看那个，我也不管那个。你不懂。别说喜欢不喜欢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是喜欢你就来，别那个这嘴上说，不行动。是不是啊？就得实际行动才行呢。我也会在网上那个那么说，然后我说的对不对？哎呀，谁来呀？那谁来都想来呀。哎，一般不会来的，因为都是那么说，因为都是上班呢，都是上班没有时间，要不然就是出来一两个月赶时间的那种。啊，不像你呀。不赶时间。我孩子大了，我该为我自己活一把了。对。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？不知道，随缘。随缘。遇上对眼的就行了。对。就是那个镇得住的呗。对，找一个能 hold 得住我的。那你就得找个300斤以上的，就镇得住了。重量太轻的话镇不住啊，压不住啊。那有很多人给我私信说喜欢你，有没有考虑？你要是不给我带点节奏，是不是难受啊？不是不是，我只是我跟你说一下，这是很多人给我私信嘛。我的人多了去了。啊，那我就不管他们呀。桌子咋了？就你这桌子得有半年没刷了吧？没，了没有，这偶尔擦一下。你看看，那多脏啊！那辛苦你了。暖和你爱关怀，冷的时候不愿意下车。那你就多辛苦辛苦吧。干净多了。别的也就没啥了，是吧？就是等着水烧开就行。啊，水烧开了，我灌暖壶了。灌暖壶就行。那这个水你就不用管了，你该干嘛干嘛吧。我是等着把水烧开就行了，行吧？还有啥呀？没有啥了。啊。没有啥了吧？这都收起来吧。这桌子就放在这行了，一会儿我再收拾那个，我把那壶烧开。一个人儿，这还有热水多好啊！两个人合作比较好嘛，我可以给打水。不管干啥，都是两个人合作比较好。对。哎，咱们其实可以自己擦的车呗，你说有热水。擦不干净。我这车都快一个月不洗了。你一车也是真脏。不是，主要是白色的那不显脏，那黑色的还差点。等明天走的时候，咱们去第二个红绿灯那边洗洗就行。明天咱们也不着急走，才那个30多公里。我感觉咱们一天别走时间太长，一个月照着走1000来公里就行，这样还省油，是不是啊？行。你这样你就天天走的话，3天2天加回油。要是一个月走1000公里的话，我估计能500块钱的油就够了，到不了500。行了，今天就这样了。今天非常感谢王姐，又是收拾又是做家务的又是做饭的，非常的辛苦了。